家好，我是 Lesson， 欢迎来到一人手 BGM。Let me out! Let me out! 黑客帝国作为一代人的科幻启蒙，上于1999年，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巅峰型巨制。表面上，电影只是将真实世界替换成了程序代码，反派是病毒，主角是杀毒软件，但引起广泛的包容性。无论从宗教、哲学、神学、无神论等角度来看，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诠释，是人类通过电影对思考自身存在的一个里程碑。是今日仍有大批影咖对电影场景中西安是不是第二个虚拟世界、主角是不是机器和人类共生体等设定的争论。说到主角，被誉为好莱坞一股清流的基努·里维斯，比起电影则更具有传奇色彩。身价百亿的他，不住豪宅，不穿名牌，只常街边流浪和乞丐分享蛋糕，甚至将过亿片酬的70%分给电影幕后。亲人只有一个月的离去，使得原本就是佛陀的他，在佛系的生涯上越走越远。就如同片中主角在失去了挚爱后，看破生死，终将爱一人升华为爱众生，成为了真正的救世主。或许只有失去的人才会懂得他那一句：“金钱不是我最重要的东西，他应该被给予最有需要的人。”难怪有媒体笑称他是不死不老的男神。毕竟常人来看，只有看破生死的人才会对金钱如此冷漠。电影自上映以来已经过去了20年，《黑客帝国》依旧是科幻影史上的标杆。而编剧兼导演的沃卓斯基哥俩，已经从兄弟到姐弟到姐妹，完成了重拾自我的肉体超越，似乎更是用行动证明了世事无常皆虚幻，活在当下最值得。由于大多数配乐来自网络截屏，但总会把所有的配乐在公众号图文版中分享给大家，谢谢大家支持。